根廷著名的减肥冠军马克西米里亚诺·奥利瓦近日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去世，享年34岁，临终前体重高达500公斤。2007年，奥利瓦参加了一档电视减肥节目，把体重从215公斤成功减到了90公斤，获得冠军，成为了阿根廷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但是结婚后，奥利瓦的体重迅速反弹，为了让其前往医院就医，消防员甚至拆除了他家中的一面墙，最终奥利瓦因器官衰竭不治身亡。